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，欢迎来到哇有没有智商的殿堂。天哪，哎呦哇，今天我们的阵容真的是有变化了，有变化，终于有变化。因为有的不该在的人每一集都在，观众看了也很讨厌。不要说他上一集还赢了嘞，上一次还赢了，而且他最近还赢多输少，对对不对？表示我们整个节目的赛制出了很大的问题。但是今天呢，有这一对啦，可能那这一对有新血啊，对，而且这两位特别，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同台哎，他们当然可以同台，我没有看过他们同台哎，是吗？哼，我很常看他们在，你是说我跟塔莎吗？对对对对，你跟塔莎很同台，对对，没有同台过哦 ，OK。对啊，大飞也是第，大飞其实也没有很常来这，第一次来我们这个单元呐，对，这个单元是第一次，嘿，啊，二分之一强也是第二次啊，对对，第二次，对对对，你的好朋友但常常。很常来，我的好朋友吗？对，你的好朋友马丁他很常来了。对，马丁，哦，原来我好朋友是马丁啊。对，记得不知道。还有你啊。好的，那到底呢会有什么样的题型来考验他们呢？请看。爱台湾，除了台湾人以外，谁都可以派。好的，那马丁队，你们要派的是？我们要派谁啊？这个我觉得，我刚刚就是想象说，就是赵群因为第一次嘛，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但是因为武阳也就是真的是在拍一些的外景嘛，然后常常都是在旅游这些，就应该是深了解台湾。我觉得给他一个机会，表现你多爱台湾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一派武阳加油。好的，那这边呢？哎，因为我的队员们非常的没有自信，于是呢，我自己来承担这一刀，就你身上就对了。太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就可能你不是一起去外景吗？对呀，哎，对，自信刚好，就可以看谁比较认真。对，全是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，哎，武阳这边下多少钱了？下多少？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都是一起录嘛，不要太相信。那因为我觉得武阳肯定比肯那认真。怎么说嘞？不好说，说不好说，大家再聊点。而且是你是就是学完就马上就忘记了。好了，那少侠你们这边我们就 all in 好了。喂，先不要这么冲动。哇，你看一下我多没有自信啊。这一大题是三强二喽，大家把握哈。好，没问题。两边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出题。台湾钞票上有许多不同的图案，请问新台币五百块上面印的动物是 ？A 鱼 ，B 鸟 ，C 鹿。哎呦，帅哦！抢的帅，我第一次抢输哎，真的，而且你抢到我的手指好痛。对不起，我其实是想要你。你干嘛手过去？对，没有，我是叫他们请抢答，请抢答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武阳你拿到，那你话事。其实我一开始抓这个很有把握，是，可是现在没把握了。哎，这简单丢，这么简单了。好好想哦，武阳。武阳你可以。没有，我觉得因为不太可能嘛，因为就是一千块嘛。而且武阳跟五百块好像不熟，都是小朋友比较多。对，我都是两千以上嘛。两千，哇塞。可是鹿我没看过鹿的这个动物，我的答案好像就是，我的答案就是 B 鸟。啊，他刚讲半天，然后是 B 鸟。好，恭喜。答错！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真的是，你是没有仔细看五百块，看五百块，有50%的胜率，50%吧。鱼或鹿选一个喽。1000块是小朋友吗？2000块是鱼，对不对？500块好像应该是鹿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是，对不对？你好，抢这个干嘛？对，不用抢，没有人跟你抢。我紧张嘛，我不能抢一下吗？他想握个东西。我记得500块是有一个动物，但是那个500块的颜色应该比较符合鹿，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我的答案是 C 鹿。确定了吗？不确定，但是就是 C 鹿。好，你的答案是 C 鹿。鹿，恭喜。啊答对！我给你，没有你，你拿那个答案，你来削一下，你看这边到底是什么图案呐？好像好多鸟飞来飞去。他说爱台湾，
相信我跟你讲，这是暖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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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他用暖身，他在暖身，大家不要紧张。而且可纳逻辑也很可爱呢。One round 不算什么了。可纳逻辑很可爱，他都说因为啊，五百块是红色的哈，所以鹿在这个比较符合啊。一千块小朋友蓝色就正常吗？因为小朋友这个词常常用嘛，你有没有小朋友一张小朋友？这个对，但是。年轻人都不录，我晒到的可以吗？被拆穿了，年轻人都不录，不录哦。好的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Tasha 来台学中文，只要一听到下课钟声，就会跑到福利社买吃的。请问台湾学校常听到的上下课，就是现在听到这个钟声，是从哪个地方流传过来的？我哇，这个 A 日本清水寺 ，B 英国西敏寺。C 还没有看齁，没有。好，那你就只有两个选项啦，好，日本清水寺跟英国西敏寺。武阳真的是哇，手脚快哦，快哦，想第一。我们一直都是让别人讲啦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一段时间是被日本控制的吧，是好像有一段日据时代，而且好多跟英国也没关系，英国跟台湾有什么没关系？嗯哼。然后我一直在美国念书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声音。是。那你的回忆录还要讲多久？没，我的已经搞定了。确定了。我的很正确的答案就是 A， 日本清水寺，不改了。是。对。我听到马丁帅哥，哎，答错。哎呦！好像很有把握，真的吗？哎哎哎，可纳还没有答，可纳还没有答，冷静。所以你要听双方队友哦。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你直接答 B， 一个你可以看 C 的选项是什么。我当然聪明看 C 啊。好的。C 可能是少林寺，可能是龙山寺。C 是美国，合理啊。美国自由中。会不会是善导寺？美国自由中，我的旗子嘞，哎，导游还回来，旗子啊，要，帮我换，好，来，要看这边，啊，因为武阳刚刚说他在美国念书没有听到这个钟，那我看美国电影，我也确实没有听过这个钟哦，但我知道跟钟很有关系的国家确实是英国，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大笨钟嘛，所以我猜应该就是。B 英国西敏寺，答案锁定了吗 ？Come on， 一定。西敏，答对。哎呀，哇塞，哎，我们好厉害，谢谢武阳。哇，帮我，对不起。日本的发明家听到英国 BBC 广播电台用西敏寺的钟声作为开场音乐，便采用这段旋律作为学校上下课的钟声。那台湾呢？经过呢日治时代呢，所以受到了影响，沿用下来。所以其实你刚刚猜测是对，只是说日本也是用别人的。日本也是沿用。对，那你后半段是被你猜就讲中了啦，就是因为经过日本的统治啦。是。OK， 那目前就是二手是湿的，那个不用看。肯纳队获胜。收账的时间最快乐，哎呀，松一口气，有机会了啦，厉害，不愧是队长，我们下1万了，1万块，哇，我们也1万了，1万，一万基本款，哇，1赔1啦，1赔1啊，1赔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题型呢？各国生活，在进行这个提醒的时候提醒一下，马丁，你们还剩4万块钱，肯纳是6万块钱，我们只剩4万哦。对，啊，那这个提醒也是5抢3哦，5抢3，然后最低5000，最高10000块钱。各国生活，大家可以派人下注啦。是，好，没问题。他怎么直接在我身上？因为啊，印象中就是一直都是在旅游啊。哇，派女生，我们看你的 FB， 女生对，都一直在外面拍照啊。哦，应该合理啦。所以你们派的是陈曦。
那就对决啦。既然我跟你讲各位，既然如果是晨曦潘派晨曦的话，那我们这队我就责无旁贷就派他了。喂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女生对女生比较合理。我觉得女生对女生比较养眼。对啦，因为我怕我的愚昧在大家面前被发现。就是刚刚这个猪队友弄走了我们的钱，我们要把它拿回来。当然，赢回来可以赢回来了。好，我们呢，请当然就是对达夏非常的没有信心。喂，这么说是没有啊，因为俗话说得好，赢要说，输要冲嘛。嘿，我们赢哎，刚刚赢，所以赢要说啊，我们要收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们说一点，有道理，他们丢了啦。好的，各国生活是什么题目呢？还请出题。杨晨曦平时最爱到美国买漂亮又便宜的牛仔裤，请问牛仔裤上的小口袋最早是用来干嘛的 ？A 放钥匙 ，B 放烟草 ，C 放怀表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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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拍杠拍杠，哇凶凶的哦！对，是钥匙还是烟草还是怀表？我以为是放零钱。啊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比较好放。小口袋耶，他说我以为是放打火机，其实放。我觉得那个大小应该是放烟草。嘿，哎，有你看那个哦，那西部牛仔片嘛，对，他们都自己带那种卷烟，自己在那边弄。对，而且牛仔裤应该就是牛仔一开始在穿的。哎，我觉得是 B 烟草。好的，恭喜。嘿嘿嘿嘿。嗯。答错，哎，好笨哦，笨成这样哦，喂，就拱哎啊，他想跟你，他想跟你，一千的锁，它不是比较大嘛，所以钥匙应该也是比较长、比较大，所以我就用那个小这边的之后，它就是不好拿，也赚不下，所以应该是坏表，漂亮。好，坏表，我的答案是坏表。坏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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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表。好的，恭喜。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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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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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答对。哇！啊。怀表很大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在那个1800年的这个年代呢，牛仔们习惯随身携带怀表。好，那为了避免呢这个怀表坏掉，那所以呢特别放在牛仔裤的这个小口袋上面。嗯，怀表就特别设计一个小口袋放怀表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这一题也是动作题了。好，健身风潮呢席卷全球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健身了。保持健康苗条的身材 ，BBC 呢针对欧洲国家调查发现，德国人在健身方面的花费一年高达46亿英镑。为了测试大家的肌耐力，请双方代表帮气球充气，先将气球冲破者获胜。哎，什么动作题？动作对，这没有选项是？哦，对，你就是要把它冲，看谁前面讲的噼里啪啦，结果只有这个来。哎，还是要带点小知识啊！哎，谁知道原来是德国人在那么爱健身？对啊，你哇，而且这个就是体力活了。对啊，大家都不知道贺寿霞一年有46亿哎。这喂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好的，两位请就位上道具。没有计时哦，先弄破的就是获胜。好，加油！可以，准备。开始 ，Go Go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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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快进，快快！哇塞！小心小心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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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停 ！OK， 停停帅停！哦，弄到眼镜都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只有看到晨曦眼镜是这样。以为他在戴 VR。对啊。好厉害哦！好累的感觉哦。那我不行了。啊，累了哈。好累。啊，所以这是你的真实身高吗？我也爱。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这一回合恭喜杨晨曦获胜。他还有可能更矮吗？目前比数1-1，平手。哦，不错。在他们两个很喘的情况下，赶快来看下一题。日本人的国粹运动是相扑。
选手的地位都非常的崇高，请问小梁哥如果想中年转职当相扑选手，体重必须达到几公斤 ？A 75公斤 ，B 85公斤 ，C 95公斤。哎呦，请回答。哎呦，要确定哎。胖子，胖子。不是胖子哦，是相扑选手哦。胖子不就跟相扑选手是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，差得多。你这样子讲胖相扑选手是胖子，我跟你讲会日本人生气哦。真的，哦，不是，那就是身材魁梧的，我觉得是 C 95公斤哦，要这样很够分量，这样才 OK 是不是？因为70很容易啊，大分就70了吧，他这样就可以转职了。不用，他在外面谎报是他45公斤啊。对啊，我在外面的外面形象就被阿写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C 95。恭喜。刚有老鼠出没吗？你鼠年鼠年。答错！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很好猜啊，很好猜，只剩两个选项而已。我的答案是 B， 85公斤。对啊，85公斤，请锁定。好，锁定不能换了嘛？对 对因为75真的有点轻哎，有一点。对，没错，好像看过有一些真的很瘦的 sumo 比赛的那一种。有，而且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就年轻的嘛，所以就是他们又分很多的。好的，恭喜。拜托。我穿这件大衣好热。你穿这件大衣看起来就75公斤，好热。答错。75就可以啊？怎么可能？轻哎，75，轻量级的。根据日本相扑协会规定，一般条件为受过义务教育的15岁以上男子，身高超过173，他有身高限制，好不好？体重超过75公斤以上就可以达到标准。哇，小梁哥，你可以转职了，可以了耶！当然就恭喜了，恭喜！可是你超过，你大概怎么超过？不是88，他75以上。哦，75以上，好的，恭喜恭喜。OK， 目前刚好76，刚好七，没有人在问了。哦，没有。目前的比数是1:1，好，一起来看看下一题。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，曾统治及殖民许多国家。请问，已经从英国独立，但是国家最高元首还是英国女王的是哪个国家 ？A. 加拿大 ，B. 南非 ，C. 印度。你等你告诉我。A 跟 C 好像都不可能啊，英国女王。A。南非，你要尽量展现你的智慧啊！对，因为你刚只有动作题获胜，我就是动作派女星啊！所以确定了吗？对，好，你的答案是，我答案是 B 南非，恭喜！每次都。答错，今天我又答对，哇！加拿大，好，很有自信耶。为什么？对，我解释一下，我是国际关系系，我就是不是拜兰，对，我早就知道这个。什么系？什么系啊？国际关系。国际关系系。就是加拿大是其中一个，是那个England Community State。就是它有几个国家，然后那时候是就是他们是英国的，算是就是英国是 empire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都是叫，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加拿大殖民地啊，对，澳洲，对，所以我本来是在想其他的是加拿大。就是讲了，他就是属于就是这个 community， 所以你刚刚说就是他讲了一大堆，他就是要证明他是国际关系系，一个是国际关系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是台湾抢旗社的，对啊，恭喜，就是 A， 答对，哎，国际关系系，我不要拿旗了。
没事，刚刚那个他想要讲到了哈，因为加拿大目前是英联邦国家其中的一员呐哈。那而且呢，英联邦的元首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。哦 ，OK， 是目前2-1，2-1有没有要换人？好，我们就看这样子就对了，不行。我觉得把一点新鲜的肉来抓进来吧。新鲜的肉是什么？你要换吗？对，我换。但是要换的话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跟你报告一下啊。那要换人的话，他有10秒钟在你脸上作画。计时开始。乱画，快快快！你可以用红把它变成关公也可以。哇，哎，太哇啊！停。他想是好人啦，这还好吧？好姐妹哦、喔，真的，你会不会做效果？大飞，你来画看看。来来来，大飞上，上十秒。哇，那什么东西？十秒，来喽，来计时10秒，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哦。Oh my god！ 哎，尽量画啦，反正又不是我们要跟晨曦回家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哎，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呢。快逃！跑怎么跑？对啊，你等下钥匙交出来就对了，你要自己回家，我告诉你。没啦，嗯，那我来收那个手续费。哎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那你休息一下，好，那你休息，做的还不错啦，真的。那这个我们要扣分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哦。然后加码，加码 ，OK 啦，新鲜的，好鲜，来吧，好的。哇塞，就是这两位啦，嗯，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边接下来如果再一题就赢了，啊，你一定要赢一题，至少你们可以平手。打平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，好不好？相信你的国际歌友会都还在看着。是啊，好 ，OK OK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但是我们会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支持。他有国际歌友会，有，我小看你了，我天哪！我们每次开见面会，他们国际歌友会都会送一些什么珍珠奶茶、糖果、冰火菠萝油啊。然后上面都贴赵群国际歌友会，我一直以为孟多很红，前结果好像孟多没有，都是他说他自己很红。哦，这样我就知道了。看看下一题的题目是：各国都有一些奇怪的趣味比赛，俄罗斯人会比赛塞巴掌，请问芬兰闻名全世界的趣味比赛是 A 冬泳比赛 ，B 滚 cheese 比赛。C 背老婆比赛，这个我们聊过了啦，聊过了，我们看过啦，这我们聊过了，看过啦，对呀，那个人叫什么？伯里嘛，对，有聊过嘛，对啊，嘿，嗯，我的答案是 C， 滚，你给我下 K C， 你下 K 对 C。C 背老婆比赛，对 C， 为什么把我换下来？那一集是我上的哎，是吗？那一集有他，哦，那一集有他，真的过分呢！不要哎，不要不要，你们讲这么多，赵群就上来一题而已。对啊，今天一整集就这么一题，就这样一题。你的答案是 C。这样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我们让赵群有点镜头。赵群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是？我真的不知道哎，我以为是 A。啊？哎呦，冬泳比赛啊？冬泳比赛啊？对。哦，反正你就是乱猜嘛。对。哦，好的。好，恭喜。答对啦！哎，哎，大虾。啊，我们有聊过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不是这样背哦，他是头下脚上这样背啊。加油，小心哦。哦，很熟耶，你这样哪看得到啊？哦，哦，对对对，我看到那影像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也只有他下可以来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恭喜肯纳队3-1获胜。耶！好，收钱收钱。太开心了，那我们要来收账了哦。哎呀，你们最近下多少？5000，5000，有一哎呦，太没钱，有点少了，但是没有关系 ，safe， 有赢就对不对？有赢就好了，答案就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题型呢？世界旅游，太好了。派谁？派谁？就是你嘛！又是赵群，不然他心中白烫了。刚刚在一起而已，也没有答对啊！刚刚没有镜头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没有，有没有信心？
我是我虽然是出过很多个国家，但是我都是有点肤浅的。大溪地、马尔地夫你都去过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看历史，我们怕历史题。哎呀，好，但是我加油。大溪就看看喽。对啊，他们派少侠出来，少侠强棒啊！哎，我是不是？那算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上一整我表现不是因为世界旅游这种东西，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少侠离家老大归。不好意思，从小是少小哦，少小啊，说了吧，说了啦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说了，没关系啦，压在赵群身上，反正他一题也没答对过。那这边你觉得嘞？你们觉得比较轻松啊？没什么压力，太多了是不是？世界旅游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嘿，请出题。杨晨曦去巴黎旅游，一定要到罗浮宫参观蒙娜丽莎的微笑。请问蒙娜丽莎的双手是怎么收的？哦 ，A， 左手在上 ，B， 右手在上，哎呦 ，C， 双手平放。哇，赵群想要洗刷他一题都没有答出来的一个罪名，应该就是B。右手在上，右手在上。你这样是许纯美哦，你确定吗？对啊，你是想象自己是蒙娜丽群是不是？对，正好我有去过，而且我也看过他。那我就刚刚好安利了。他说他有去过，没去过，炫富哦，炫富。右手在上，确定喽 ？B， 好，我的答案是 B， 恭喜。你看这个自信的脸，你刚刚也很有自信。答对，哇，真的去过，真的看过，就像图片是有所示啊。那赵群呢？之所以答对，是因为他家有钱。没有啦，不要这样子讲啦。是因为他去罗浮宫有专心在看。对啊，比较少人会注意到他手到底怎么放。他把为什么他看得到？因为他把整个罗浮宫包下来，他一个人逛。所以他可以跟人那么近。哦，难怪他记得一清二楚。对，好的，没有人了。啊，北拜哦，北拜哦，谢谢。好的，那下一题是什么呢？请出题。热情又充满野性的南非是许多热爱冒险的游客必去的国家，请问为什么南非又叫彩虹之国 Rainbow Nation 呢？ A 多种族及多元文化， B 出现最多彩虹的国家， C 建筑色彩丰富。等一下各位等一下，少侠怎么了？要动呢，偶尔就要动，但是他戏都还没念完，我要先，我刚刚抢太快，你是还在为什么罗浮宫为什么？但这不重要，说什么国家？重要是你的答案。南非，南非啊，对，什么国家都不知道，你抢什么抢 ？Rainbow Nation， 刚刚有说到有一个是很多彩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删除那个，删除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有彩虹啊，所以不一定南非会很多，所以 B 不可能。C 瓦东给我的朋友跳哦，我没有瓦东，我在帮他。我印象中不能帮你，不能出一句。我印象中的南非是没有建筑，很少建筑，所以应该也不是 C。会怕哦，你把南非当什么地方啊？对啊，你瞧不起南非啊？你们很多自己有钱就这样嘛，有钱不要这样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扣分好不好？那如果我是你，我忍不下这一口气，真的，我真的忍不下了。大家印象中的南非是比较多动物的，对对，所以我的选择应该就是 A 多种族，因为我有跟你上过同一集，你说南非有很多种族，跟新加坡很像。哦，你有在听大家讲话呢？当然，当然，多种族跟多元多种族 A。好的，确定你的答案了。对。恭喜！没错。答对。哇塞！群群不得了了哦！哇塞，小看他。群群直落二啊！彩虹之国呢，是南非的一位大主教在第一次民主选举后创造的一个术语，意思呢是将一个曾经严格分化白人与黑人的南非
统一成为多元文化的社会，所以就称为这个彩虹之国嘛。是，而且南非的种族其实很多，我们有白人，有黑人，有黑白混合，我们称它为有色人，然后有印度人，还有亚洲人，都是我们认同的一个种族，生活在南非，所以应该不止五个，还有很多其他族，所以我们被称为Rainbow Nation， 是，了解了，哦，好棒哦，好的，接下来目前呢是这个2-0，马丁队暂时领先，嗯哼，因为我们是5-3，哦，5-3，所以说赵群再答一题他就赢了，那少侠加油，少侠少抢一题就输了，就输了，他就会沦为这个节目的笑柄。喂，如何？你们有要换人吗？我们相信少侠。好，谢谢。居然还有人相信我？为什么大飞会这样讲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下去，只有他必须要上来。对，好像也是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看穿他的？他就是想要逃避责任。为什么你这么洞悉我？那就继续啦。好，加油喽，马丁这边如果赢，钱就可以弄回来，很关键啊！哈，不错，来，请出题。他傻从小就幻想自己是美人鱼，甚至还花大钱干什么？甚至还花大钱到丹麦看美人鱼雕像。请问童话故事《小美人鱼》的作者是 ：A. 伊索 ，B. 安徒生 ，C. 格林。哎呦，是不是？哇，有抢！你管他妈妈嫁给谁，就给他拿了。那他妈妈到底嫁给谁？我们很想知道。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答案啊。没关系，你觉得你管他的？你看看赵群的脸，他在笑你。Anderson 先生，恭喜。答对，呀，难得，好，来，请出题。铁达尼号是世界上著名的巨型游轮，也是小梁哥最喜爱的电影之一。请问，在撞到冰山沉船之前，它是要开往美国的哪个地方 ？A. 纽约港 ，B. 洛杉矶港 ，C. 波士顿港。哦，拜托，应该是纽约吧。100%不可能是洛杉矶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 Atlantic， 洛杉矶在 Pacific，所以不可能是洛杉矶。哎，他有在动头脑。有，那波士顿港。那 Boston 呢？我还是觉得那时候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去纽约吧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纽约了。如果我现在讲的不对，我已经帮你讲答案了。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快点，纽约了，错的啊，纽约了，纽约，对，因为这是波士顿港，纽约不是纽约港，纽约锁定，恭喜，答对。他在最后的时候还有看着那个嘛自由女神像嘛，对啊，拿出他的那个海洋之心。好的，请出题。贺少侠去意大利玩，除了看罗马竞技场，还要去看超夯的历史景点比萨斜塔。请问当初建造比萨斜塔的功用是当作 A 防御的箭塔 ，B 灯塔 ，C 钟塔？比萨斜塔，比萨斜塔就大家很多那个斜的嘛，对。他当初记得哪一次干嘛？去旅游过了吧？他的长相比较比萨斜塔，你有去过吗？我有去过。哇！而且他那天还是包场哦，又包场，对啊。而且本来那个塔是正的，因为他一来，他要求他要看斜塔，对，他们把他打斜。对，以逻辑去思考的话，我觉得他的长相比较像是中塔西，西中塔，对，他看起来哦，他看起来比较像中塔。对对对对，恭喜。答对，哎，不错，恭喜！比萨斜塔呢是比萨城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，那是奇迹广场三大建筑之一。但在开工不久后呢，因为地基不平均，
跟土石松软而倾斜，那现在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，也是赵群最爱包场的地方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我当然有包。谢谢两位，我们要来结算啦。他追回两题，哇，撇了15000。哇，平手了吧？平手。耶、yeah. ，这边刚刚是25000啊，对不对？我们25000，对吧？ Yeah.最后一场上了、啊，对不对？25000块钱，耶！哦，最后一场。哎、欸，你们就整个连数字都平了嘞，50000对50000，哎、欸，厉害哦！就是打回原点了。那我们前面在录什么？前面录的没有意义。有啦，接下来的精彩啊，50000对50000，50000对50000啊，你们可以。好好的下一波啦，是接下来的题型是什么呢？请看全球美食，厉害厉害啊！好的，队长上上上上，还要大飞要高高 ，OK 啊 OK 啊，所以这一大题型也是五抢三，然后可以说他哦，来，哎，你是我们最厉害的队长哎，我那么挑食，我那么多东西不吃，队长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怕，对面那个，是你自己问题啊，对啊，我也教你挑食，你的问题，对面有人逼你挑食，对面那个根本吃不出东西的好吃或难吃，对，不用担心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没关系，你们两位就这样，不要担心，好，那马丁这要下多少钱？All in 吗？好的，一定会全压。来啦来啦，队长加油！说他，50000块说他，全压。来啦，说了说了，刚刚哇，我们刚刚看到单元跟食物有关，大飞整个亮起来，很有自信，说了。OK， 对，大飞他只是饿了。对，我好像我没有想那么多哎。好的，我刚刚3秒已经过去了，没有头脑了。那两边50000说他。嗯。两位压力大了哦，好，加油啦哈！最后一战，终局之战，嘿，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请出。爱先，不要爱先。小梁哥热爱吃拉面，每次去日本三餐都在吃拉面，无聊。请问日本人吃拉面时，不要有个人警句，发出巨大声响是表示对店家的尊敬，还有哪个原因 ？A 吃起来比较不油 ，B 让拉面香味扑鼻。C 让面条吸附啊 ？C 是让面条吸附。C 没有，还没有 C， 没有念出来，啊、他就想了，他就停了，他就不能没有 C 这样。不是因为啊，我刚以为是 C， 可是 C 跟我想答案也不太一样。你如果确定不是 A 不是 B， 那你就猜 C。哎，那如果不是 A 不是 C， 你就猜 B。这是不是废话？对。我猜是 C 啊，因为我 A B 我觉得不是。你觉竖起来短虾，你觉得不是吃起来比较不油，也不是让拉面香味扑鼻，不是。所以就是 C， 你那无缘的答案。对，请你锁定。锁定 C， 恭喜。有自信。你就让他这样搞5分钟，我看他怎样。答对了，这是拿面条附西部汤汁啊。哦，因为日本人吃拉面的习惯呢，并不会把汤喝完，那个汤有时候还蛮重的，蛮咸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了呢，要将汤汁一同送入口中，所以就会用力的把面。连同汤汁一起吸上来。哎，北拜哦，大飞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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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拔得头筹啊，旗开得胜啊哈！那下一题是什么？请出题。海胆在很多国家都是珍贵的美食，意大利人也会拿着白面包沾着海胆吃。请问海胆吃的是它哪个部位 ？A 软 ，B 生殖腺。C 大脑，简单的这一题，这出过的，这个以前节目就聊过了。对呀、啊，一个不吃海鲜的人不会吗？海胆应该我只有知道海胆长什么样，是因为我踩到很多，我那时候就整个包。你海胆拿来踩？没有，是因为我那时候脚肿起来。对，我用一直正直啊，大概6个月，我的脚不能动啊。对啊 对, 对，海胆应该是软吧？海胆是软吗？哎，老师，你这个提示太明显喽。老师又不知道。老师不知道，那老师哦哦哎，应该是软吧？不可能是大脑吧？就是软啦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A 软。恭喜。
最喜欢这个自信的人。生殖腺。答错了吧？哎呦，你错，有机会了。哎，那你还有机会，生殖腺或大脑，二分之一样啊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就选一个啦。太难了吧？他有大脑吗？我猜，这样子海胆要生气了。海胆已经在排队。我的答案就是 C， 他的大脑。好 ，C 大脑。海胆有没有大脑不知道，但马丁有没有我们知道。很明显，恭喜。答错。哎。生殖腺，海胆就是它的那个精囊啊，生殖腺啊。我记得，那个我一个厨师朋友就说，哎，你很爱吃海胆。我说对啊。他说你知道海胆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讲完之后，你可能就不敢吃。他就说海胆就是生殖腺。哎，讲完我特想吃。对对对，讲完以后说给我来两把。对对对，这样煮在面里，好好吃哦。好奇怪啊你。没关系，下一题。哦，到底是什么题目呢？请出题。大飞到美国旅游，三餐都吃素食，尤其沾满番茄酱的薯条是他的最爱。请问，以前番茄酱除了当调味料之外，还有什么用途呢？哎呦 ，A 治疗腹泻 ，B 治疗感冒 ，C 治疗性功能障碍。哇塞，帅！名字都掉了。不，这个我真的有听说过。你有听说过？有。但是那些答案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你有听说过？然后还问答案？没有，因为我有听说过。我确定是有听说过。我就是要确定，因为反应嘛，那个你的中文比我好吧？我相信是第一个是治疗拉肚子 ，B 生殖腺。那是三生殖腺，生殖腺大脑。第一个是治疗腹泻，对拉肚子；第二个就是感冒；第三个就是大飞有的性功能障碍。对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厉害哦！我比较酸的呢。四、三、二，我的答案是 A， 就是肚子那个腹泻。腹泻，恭喜。答对，很强哎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很强。19世纪有一位医生呢，发现番茄中含有许多的维他命 C， 可以呢修复肠胃黏膜损伤，因此把番茄酱当作治疗腹泻的秘方。哦 ，OK， 好的，请看下一题。法国美食闻名全球，热爱厨艺的肯纳特别去法国寻找美味的食材来烹饪调理。下面哪一个食材不是法国美食三宝 ？A. 鹅肝酱 ，B. 红酒 ，C. 鱼子酱。哇，哇，这很难哎，帅不及，我就是欣赏你，这个快很准的，对。因为鹅肝酱红酒我们常听到，而且你知道在常做那种。五星级的大师料理都会听到这两样东西，但鱼子酱就很少有人提到，就是例如说鹅肝酱，我们吃鹅肝酱，哦，这你一定要吃，但就没有人很比较少出现在很大的那个，就是我常听到的智慧里面。OK， 所以我的答案是 C， 鱼子酱，恭喜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定的，赢了，答错。说真的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、葡萄牙，都有很多的红酒。我觉得台湾都有玫瑰红。对啊，对啊。OK。没有，但是搞不好真的是红酒。我的好，我的答案是 B， 红酒。恭喜。哎呦。看他撑多久。答对，哇！哇，那我一开始想买对啊。法国美食三宝就是鹅肝酱、松露还有鱼子酱，哦，这三个啦。好的，目前马丁队以2-0、2-1暂时获胜。先啦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题。赵群热爱韩国料理，尤其泡菜海蜇皮是他的最爱。没有包场，请问海蜇皮是哪种生物做成的 ？A. 海参。B 乌贼 ，C 水母。哎呀，这个
最后一题吗？海鲜的，我不懂，但是我就是要用我的参考。水母是比较特别的，然后好，我的答案就是水母。好忙好忙，让它飘，让它飘，让它飘。后面水母姐姐也在跳。所以你的答案确定是 C 水母了吗？水母。嗯哼，恭喜。答对。哇，哎，好狂哦！帅帅帅帅！帥帥，因为肯大刚刚那边说哈了，他刚刚下五万说哈，下万说，所以五万现在要到这边来，等于马丁队10万元。恭喜我们的马丁队，10万元获胜！也谢谢两队热情的参与，我们二分之一强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二分之一强的观众大家好，谢谢大家对喜男的支持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收看最新影片。